现在也崛起做生意来了。嗯，这个人是个好孩子。嗨，好功夫！天下武学总会在少林寺。要成为武林高手，必须经过最严峻的考验——少林三十六法。少林一共有三十五门，你准备从何方学起？道元从第三十五方学起，你能够在短短的5年中。 在少林三十六法修炼成功，真是智性可嘉。一个武术天才震撼少林，奋勇对抗朝廷的英雄故事。功夫大师刘家良代表之作，《少林三十六法》。